keeping all your boxes in case you ever wanted to move back in again. 那我们在放音乐的同时，音乐要好听，你不觉得这设备也很重要吗？对啊，对啊。那你当初怎么会想要选 Spalace 这一个设备？因为当初是在 FB 上面看到秉大在 po 这个，那我想说，那我就了解一下。对，那后来我去参观了 Spalace 的东西的时候，我发觉，它蛮符合我要的一个情况，就是说我喜欢就是声音带一点慵懒，可是我不要太慵懒。对，然后刚好 Spalace 它的前级真空管、后级电晶体刚好符合我想要的这个状况，那这样它这个喇叭所推出来的声音的明亮度，然后跟它的下潜度，我都觉得还不错，蛮适合一家店家做音乐的播放室。等一下，你明明就很有研究。没有，我这想出了什么下潜度？没有，我这个是抄那个无间道的。明明就很有研究，老板厉害耶。所以这个等于是 Spalace 它的设备播放出来的整个效果是让你觉得是最舒服的状态。对，因为我慵懒但是又不软烂。对，因为毕竟我觉得这是一个咖啡厅。对，好，那所以我觉得拿来放音乐的时候呢，它的音乐的清晰度要让消费者能够听得很清楚，可是又不能很大声，因为你很大声，客人如果在聊天那就更大声，到时候屋顶就掀掉，这边就变热炒店。对，就变热炒店。对，所以我才想到，那这样这是一个还不错的商品，那所以可以摆在店里面这样子。今天非常谢谢老板跟我们分享这么多，然后也欢迎大家有空的时候，欢迎大家带一本书，然后你就带着放松的心情，加菲所在随时等你。好，谢谢，也欢迎大家有空可以多来走走，听音乐，喝咖啡，聊是非，交个朋友。Empty bottles, messy bed, clothes are hanging off the shelf, memories scattered in my head, been a mess since you left, watching screens, closing shades, drinking, eating by myself, haven't left you in days, been a mess since you left, and I've been keeping all your boxes, in case you ever want it. Move back in again.